换灯好吧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我们一样，万众一心。你感觉我崩了？我为啥崩了？我打个狗头人有啥崩的呀？哎呀，我其实应该多兰顿出门的，打着狗头人。不过算了吧，无所谓了。怕就怕啥呢？怕就怕这狗头人是主义的。现在那狗头都主义，一兵一兵一兵再一兵。这还带炫彩的呢，这大狗。你看，这老主义，你说这谁受得了啊？恐惧是万敌之首。砍他一刀。真是受不了啊。我觉得我二级应该学个 W 就好了，我正好能叠叠护甲魔抗，这把就应该多兰顿出门的，不一定能耗得过他。哎呀，哈哈哈，把药吃了吧。没事，他蓝应该不太够，如果他水晶瓶不是。不是水晶瓶，如果他多兰戒出门的话，上来补车，你还有蓝了吗，兄弟？你那蓝不要钱是吧？怎么的，来人了这是啊。包女来了。起杀心了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怎么还起杀心了呢？升级了，我可不是乱升的啊！我眼瞅着那个兵剩一身血，我上去勾引他一波，只是我没跟你说，我这可不是乱升的啊！我这都是知道我马上升级，这波中路我得帮他们推一下线，这波线不帮他推可不行。我们就不耗他血了啊，耗他血我们丢兵不合适。我给你一个大嘴巴子。
击。我感觉我应该先出个吸血好。这狗头咱真是啥也不说了，两把多蓝，你都不知道他要干啥。不行啊，他能百分比掉血，我们不能。但你别让我逮着你，哎，你别让我逮着你，你要我逮着你，那你指定是没了。大马戏呀、啊！现在盖伦这个大招不可以躲，挺厉害的。就是我们大那个人，那个人必定是显形的，明白吧？躲不了我们大。这设计师啊，就是疯狂的想把这个盖伦啊，给他整得狠一点。出神圣分离者厉害些，不出，盖伦要出三项。推波线啊，推完回家。哎，299，回家。挺进黑切，50/10/300/3移速。哎呀，这挺进破坏者行啊，确实哈，像晚豪、盖伦这种英雄出挺进破坏者加移速挺好的。也不缺那么多攻速，其实。哎，我们都出三项了，那就三项吧。我三项伤害更高一点。打我你就别吃兵啊，我看你有多少蓝跟我耗，小伙子，我能回血你能回血吗？啊，你回不了吧。哎，我再推一波，推完我就吃你塔皮，我看你回不回家。给我整了三个多蓝戒，你要干嘛呀？你不玩了是吗？人家狗头人撑死都出一个，他出三个，我操！这包女什么意思？完了，没打死。嗨呀，这转也好了，多转一下就好了，大意了。这波居然没转死，我不可以接受，这我接受不了啊。还出本小书，真就 AP 狗头人了呗，就 OAP 的呗，谁起来都行，唯音不能起来，这把谁起来都行，VN 不可以起来。
跑得挺快，他这蓝都不够用，他这狗头人放几个亿就没蓝了。哎，我的塔皮，你不会以为这层塔皮我吃不着吧，兄弟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你不会真的以为这层塔皮我吃不到吧？据说现在还有个 bug， 挺进破坏者能无限用，他传送过来的。你说你那有伤害吗？啊？你看你那有伤害吗？你的伤害在哪里，兄弟？真能整这狗头人！我就把峡谷打了吧。我们先把峡谷打了，然后直接把他一塔给他拆了，不跟他耗了，我没空。我不仅把峡谷打了，我还要杀他。我操，反应还挺快。这人一直捏着大招呢，我这一看呢，这是。这反应算快的了，我跟你们说。这应该就是，也不是反应快吧，我估计他就是感觉到我要杀他了。他应该是感觉到我要杀他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人直接就手就放在 R 上面。没事，他二塔没了，走回家出装备去。出完这个，出维恩别送啊，别人都可以起来，维恩不能起来。黑切，我不，我就绿叉无尽。威音是一定不能起来的一条路。洗个头了，早就起来了，那有点难打了，那就
我们打维恩打不了，我没闪现，我都没法找他去。而且他还有个露露宝，他要没这露露，咱还好说一点。我真的不知道这狗头人出这种装备有什么用。哎，这太难受了，给我整个维恩，操了！把小龙拿了吧呢？小龙咱也不拿，可以一走一走一走，这是要无敌呀！我这一瞅啊，哎呀呀，可别死啊！哎呦我操！他十一个头了，兄弟，他要是没人保，我也其实也就算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还有人保，你别去中路了，你跟我过来杀他亚索呀！你晃啥呢？啊，抢人头，杀维恩！哎呦我操！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！你拿了，我要这玩意儿没用。哎呀，刚才小龙不拿，刚小龙拿就好了。快点来，来来拿小龙！龙不拿呢，这怎么十八分钟不拿龙？快点的！怎么的，小龙这么没牌面吗？担待去啊！看着亚索出的什么盾弓？你在这儿等，这波其实可以试试到底能不能打。等我们回去了，这波是一波五打四啊。来，等一会儿，塞拉斯指定死的老惨了，这一定得杀维恩的。太快了，这也没法去，你们三打四打不过吗？这维恩出的还盾弓，还不好杀，你知道吧？高地不没了吗？有点太烦人了，真的。杀维恩呐！你知道这维恩多狠？杀维恩呐！这得杀维恩呐！
这么装备，嗯？不过我们没大，算了。你们就看着，对，你们就看着，他就一个人，你下来给他踹回来，他不就死了吗？你说，他要俩人就算了，就瞅着，就干瞅着。你个瞎逼！狗头杀了，你为啥不练的狗头啊？哎呦天哪，死局了，我们杀不了维恩，然后呢他们守塔又守不住，机会又不找，推塔我们又推不了，死局了，僵住了，只能说我们是僵局了，不该上瞎上，该上不上，不该上就瞎上，就老这样式的。刚才两个人对面啊，不练狗头，练小兵，僵局了。不回去了，这家回去也没有用，死死吧。这我是没想到的啊。